있어. 내려주자니 왜 되겠네. 형 마음속에 그렇게 할 수 없는 것같아형 정말 힘들어. 이 집밖에 나를 어려울 것밖에 못 操心，别人家孩子啊都是爸妈一起开家长会，哪像我们家从来都是我一个人。哎，什么事儿啊都指望不上的。那你最想对他说什么呢？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想说7月6号那次任务才能用你去参加。你是学医的吗？学医更应该了解这个肿瘤是怎么回事。